系列运动训练第十堂课。接下来这个课程呢，连续两周到三周，等最后一周一次，直接把它一次一个系列的一个小小的作品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要来先做一个慢速的分解给大家，大家在家里可以好好复习。好，五六，听大家今天这个版本是镜像版本，所以直接练就可以了。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。可以重复观看，来，准备听音乐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 Dance Up 的小林老师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Dance Up 舞蹈教室要推出一个全新的一个课程，这是由我亲自授课，课程名称是，我先看一下小抄，好，这个名字叫做从零开始律动训练班。好，等一下啊、哦，第一个呢，我们总共12堂课呢，会有下律动、上律动、原地跟移动的练习，然后呢，我们会有身体的控制，有胸有肩，关键是还会有一个脚步练习，最后会有个综合排舞列练习。这些一系列的这些，不管是身体控制啊、脚步，我们都要把律动结合在里面，让大家在跳任何舞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要有自然的律动感。谢谢大家。欢迎你的报名，不是欢迎你的报名，期待你的报名。然后这个影片很难录，但是还是录成功了。讲到这边也是挺开心的，谢谢大家。